好，同学们，上节课咱们讲完心血管内科了。讲完之后，教材顺序应该是消化和肾脏病，但是从去年开始，不管什么原因吧，全网突然断更了，就是盗版课也找不着我比较新的血液内科的版本，包括外科学好像也断更了，等大家找不着，找不着，这样 B 站、微博后面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我也这么个想法。第一个是消化内科和肾脏病盗版课容易找。第二个相对难度稍微小，实际上肾脏病的难度不小。肾脏病过两天我录，我把血液内科录完就录肾脏病。肾脏病是你不读书吧，你还明白一点，你平时听我讲生理学呀，道听途说呀，好像还知道点肾脏病。但是正经八百的你坐下来，你打开书去读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肾脏病是不读不郁闷，越读越郁闷。读过了有没有完全读过？读会了有没有完全读会？一旦你要扛几楼，你扛八楼也不行，所以总体难度比较大。实际上肾脏病挺难，所以到后面我们专门讲一下，在平时讲生理学在强调，如果说肾脏生理学讲了四句话，大概今天坐这听课同学应该知道，我们关于近端小管定比吸收、水吸收有三个不同情况：尿液浓缩稀释和血浆清除率。这样一个换一个角度的方式，我是不是能够这样说句话？换一个角度。不是态度，是能力。就像换位思考、感同身受，这东西它不是个想法出来，我得感同身受一下。你没有那种阅历或相似的经历，你感同身受不了。你一直是一个学生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在老师、在家长的保护下，甚至在社会的机制保障之下，你这么像温室里的小花朵这么成长出来、成长起来、成长出来这个词儿难听了，成长起来。那实际上你怎么理解？你像李子柒这样一个小姑娘，7、8岁的时候，父母亲是不是就远离了？一直是一个老奶奶养她好几年，10来岁出去打工，17、8岁回来打拼。我们总感觉说出了名之后她怎么怎么样，大家好像网上还有各种各样思潮。设想一个小女孩20来岁，大冬天手冻得跟胡萝卜一样，再去地里边刨胡萝卜回来做菜吃，你来又能有 up？她不是那样的，人实际上是不能感同身受的。除非你具有很高的精神力和极其丰富的生活阅历、经历，所以，假如说明察秋毫不是态度，是能力的话，我怎么敢去感同身受和换位思考？更不是态度，是能力。所以，为什么建议到临床学科时候听点课，哪怕盗版课你听点？是啊，我就从来不在乎正版盗版，无所谓。课都已经免费放网上，如果医学确确实实它能给老百姓解除一些痛苦疾苦，能让医学生们通过听口和学习，提升咱们理解和认识自然世界的能力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能力，那就道呗，道道更健康不是？所以这样的话，讲课总是想给同学们讲一种思路。肾脏病我先放了，所以也知道平时咱们喜欢讲五句话，可是我肾脏生理学讲四句话，数了一下，肾脏内科学你肯定是从血浆蛋白尿入手。肾炎综合征、肾病综合征，不同的慢性肾脏病、慢性肾炎、慢性肾病，是吧？尿路感染以及肾功能衰竭这样几个话题去研究。其实血液内科一样的，血液内科，你要一旦打开书，去一脑门扎进去开始读，越读越晕。大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喜欢说句话，说经常我会发现，不是我在读书，是我又被书给读了，可能就是肾脏和血液内科了。尤其打开白血病，你读。有时候我想一想，和同学们日常问诊教学呀，这两天实际上在 SysTalk 在做一些刷题的一些这么一些，应该叫做免费课、公开课，甚至我也在尝试着在线通过传麦的方式、麦克风的方式，这样同学们师生在线 online 去做一些交流，所谓的问诊教学，这样你会发现，实际上有时候同学们学了很久很久血液病，你问我血液病学了哪几组病，他不知道。他就知道，哎呀，我要背这个086老师8号、14号、11、14号、14、18号、842兔、842IBL，这些东西，全是没营养的一些话。我们不是信息的搜集器，我们是信息的管理者，管理信息的这种能力叫知识。教材的内容仅仅是信息，我们不是去读教材，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满足某一种心理需求。不是，但有人就是特别陶醉于这种读书。哎呀，今天下午在图书馆，老师，我心无旁骛，我读了一下。我说读什么了？读内科哪个病啊？内科呀，哪个病？内科，内，
那边的那老师，我就说你掌握这些信息以后，准备去解决什么问题，能够解决什么问题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意义上，一定要有能力。我们先把一组疾病给它归类。实际上，你现在想血液内科有哪些疾病，无外乎就是一大组贫血疾病，从小老头是吧，傻大个，缺铁平均又贫，对吧？到溶贫，遗传性细胞增多症，对吧？PNH 被蛇咬了，溶血毒素吃错药了，药物溶血，对吧？PNH 正发睡眠血红蛋白尿，什么 GLP-1、GPR、毛带蛋白这些话题，造成红细胞的破坏，有血管内的，有血管外的，有什么网质红增高，所以实际上问政教学，你一提问挖个坑他就跳，他说挺乖，老师只要挖了坑你必跳，要不然的话显得老师好像挖坑挖的水平不高似的，就这个样子啊，这是不是没恶意，师生就这么互相拉着手呀，咱们肩并肩往前走，手拉手做朋友，肩并肩往前走，一起慢慢去攀登医学这个挺艰难的小高峰。贫血疾病是一组，另外就是出血疾病。出血疾病，所以实际上刚才我进来我录课，我还在这想着是，作为老师从学生一路走过来，从哪个地方觉得对血液病有点认识呀？就是我讲课一直讲，你谨慎体会一下，一切出血疾病都会发生缺铁平、铁流失。这个内容不是血液内科的，是生理学的。红细胞造血的原料铁，主要是内源性铁。所以这样出血疾病，不管溃疡呀，是吧？女性的这个什么内膜增生呀，等等这些常见的一些临床疾病，包括痔、内痔出血、外痔疼这些情况，慢性的一个失血性疾病，造成原料铁丢失，不知不觉期间都会发生缺铁平。所以我们实际上有时候就是从一开始，仅仅是能够很机械的掌握一些信息，到慢慢的能够整理、归纳和应用信息，这个能力慢慢提升了。所以有些同学着急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说讲的我就听不懂，老师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？你这会听懂这句话没有？他为什么给人说一切出血疾病都会发生缺铁平？你细细的品，这其实就是知识 knowledge，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。我们这样往下学，所以在日常导学呀，或者讲是那些基础课的时候，一直讲一句话，你仔细体会一些东西。缺叶酸就天经地义，缺 B12 它就大逆不道。所以听到这个地方，你要觉得纠结，你不妨把课暂停一下，pause，把它拿掉，停下来，stop。然后你打开那科学读一下，教材在巨有评这有具体的数据，说人体储存的 B12 足够人使用10到15年之久，就把那科学10多年，就是我不用这个，我吃饭里边没有带 B12，我也10多年不会出现巨有评。换句话说，你想跟人说什么？老师，你这是不是就哗众取宠？不是，我要看到一个患者缺叶酸了，大概我就差不太多，弄两片叶酸回家吃去，多吃点新鲜蔬菜。煮的时候我大白菜别煮过了啊，最好凉拌，开水清焯一下凉拌，弄点蒜片啊，弄点姜末是吧？放点蚝油啊，挺好吃。啊，这个蚝油娃娃菜，蚝油生菜挺好。保持叶酸充分的摄入，这就没问题了。但是如果缺 B12，我得找找，这每个人都够使用10多年啊，您的 B12 去哪里了？所以发现缺 B12，我必须得去找呀，要不2021年为啥考你？咱们讲课刚刚讲完，国家就考出来。设想一下，慢性胃炎有两种，慢性萎缩胃炎，一种是免疫性的，非免疫性。免疫性的慢性胃炎，A 型胃炎的话，体内存在着抗内因子、抗 B 细胞抗体，造成免疫性的一个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。那么它引发的巨无霾，我们专门给了个名字叫恶性贫血。所以我们甚至讲课说，贫血有这个巨无霾有两种。恶性贫血和其他，我们又在外科学上反复讲，左半结肠的癌症，左半结肠是结肠的病，右半结肠是全身的病。如果是在升结肠这儿，升横降是吧？也就是它的直肠肛门这边出现肿瘤以后，火经活动它会有点堵塞，回盲部这儿就上面跟着的是回肠，回肠末端肠管内部压力就有所改变。而你知道 B12 和内因子的复合物是在这儿吸收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升结肠一些肿瘤经常会造成压力一个逆传以后呀，引起 B12 吸收障碍。为什么国家要这样考你？我们实际上不是讲在国家出题之后，是讲在国家出题之前，
你要是正好我凑巧了，我讲完国家正好考，这话我信。十多年一直这样，这里边不是满腹风骚，说你体会，你作为医生就要关心。他缺叶酸的时候呢，还能理解，因为不小心我的摄入的食物呀，缺乏一些新鲜蔬菜等等，他叶酸就会缺乏，或者干脆就是主观的，我要减肥，我不吃了，我饿三天，我要辟谷，辟谷啊，辟谷，这个两个月不吃饭是吧？饿一个，肿瘤就饿死了，类似于这样。那网上比较流行这些是。这个傻白甜的一些说法，傻白甜的说法，还真耍傻白甜那些说法。但不管靠不靠谱，今天杂志不是讲养生课，是讲临床专业课，那就收回来看。他怎么能好好去了 B 十二？这有问题，我得查一查。哎，就像一个中间男性，你说女性她贫血吧，是吧？小姑娘可能月经不调，哎，青春期的姑娘可能为了减肥摄入的不够。中老年女性育龄期或更年期前后的话，子宫内膜一些异常增生，对吧？包括其他原因不太明确的一些功能性出血、宫血，哎，她这个缺铁平我还能接受。你能不能这样说句话？女性缺铁平天经地义，男性缺铁平他就大逆不道。一个男性你缺什么铁平啊你？你这是什么鬼？这是。所以中年男性看到缺铁平很严重，第一个是思考，就是胃癌，你定他就胃癌就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所以我们进来以后一看缺铁平这么严重，第一句话问他哥们儿有痔疮没有？那蹲坑时候拉不拉血？我们是这样就排除。如果说没有痔疮，哎，你大便颜色怎么样？说我没注意，大夫，这样我给你开个单子，你做个胃镜。实际上，一个中年男性莫名其妙不疼不痒的一个中等度以上的缺铁平，我就直接考虑他消化的肿瘤就完了，你没有问题，那个很少会误诊，这叫临床的思维。所以你看，你最早说为了有缺铁平、巨无平，又从这边给扯出来外科学问题了，这就叫临床思维。这个和咱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读的太少，想他妈还太多，是两码事。这个想的挺多，还没瞎想，既能想得多，还有用，这就是能力了。就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该想不该想都想，最后结果就回头看，想的都是些废话，叫杞人忧天。到真正学明白之后，你也发现你也一直在想事情，脑子也不停，但这个想法它是有意义的。所以甚至我套用精神病学一个说法。说一个人讲课的时候，思维跳来跳去的，一会儿内科，一会儿外科，一会儿一会儿生理，一会儿生化病理等等，奔来奔去的，这算思维奔逸吗？思维奔逸，它实际上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。设想无目的的，不受自我控制的，哎，生理学教材说话流畅失语的，我可以称之为思维奔逸。那如果是我们围绕一条线索说，你为什么给人讲这个中年男性缺铁平以后，就首先考虑为啥到肿瘤了，这个就不是奔逸，这叫思维。敏捷都是踏踏踏跳来跳去的，一个是有意义的在跳，一个是没有意义。 TikTok 我可没说 TikTok 没意义，我这瞎说啊，我说一个发音，别最后说我攻击那 TikTok， 我可惹不起的事儿。我不攻击任何人，人畜无害，小白兔，我就是那些兔子那些国那些事儿。我也典型的兔子，你要说兔子还有别的意思，那就 sorry， 我这只说网络那个兔子的意思，那你要扯别的事就没意思了。开玩笑的，我都不怕你吃这些事，都这年龄还怕这吗？胡子都白了。再说正事，所以到血液病这儿，你突然发现咱们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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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大堆，这一段才是你该听、该思考、该 thunder、ponder、该沉思的，不是 think， 不是 ponder， 沉思，沉静下来细细的品。所以学习不是一味的读书，不读书肯定死定了，读书也死定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咱们围绕出血、贫血这些研究，你要这样的话，出血有哪些原因会出血？你比如说血小板减少了，血小板功能低下了，血管通透性异常增高了，给他来一个输闭实验阳性，胳膊上给他扎个止血带，就看就有出血点，血管的毛血管脆性从通透性异常增高，对吧？还有凝血因子合成不够，甚至还有凝血因子的功能低下。所以出血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那么设想一下，血友病的出血、肝硬化的出血、胰腺炎的出血、白血病的出血、再胀的出血、过敏性紫癜、血小板减少紫癜，它的出血一样不？所以你慢慢就找到，就老百姓叫眼里有活。说老师，我咋就读不进去？你想一下，我要研究出血这个问题，第一个我要关心哪些原因会出血，有哪些类型；第二个就关心不同原因造成出血的时候表现一样不？是皮肤黏膜出血，是刷牙时候牙龈出血，还是早上起来流鼻血，还是颅内出血给死了，还是胃肠道出血的话就血便，消化道出血，胃肠道就血便，如果泌尿系统出血就血尿，对吧？
你笑这呼吸道出血的话，就卡血。出血和出血不一样呀，皮肤黏膜出血、内脏出血、颅内出血、关节出血、肌肉的血肿、声部的血肿、口腔的血泡，眼里得有活儿。出血有哪些表现？对了，这就是一个，所以贫血疾病算一块儿，出血疾病算一块儿。肿瘤算一块儿，不说也知道呀，白血病和淋巴瘤。所以刚才说联血问诊，你一问，有时候同学们都2.3的在问白血病从哪开始？我从吉林开始学，老师说好，吉林开始学也可以。你说吉林白血病能不能改个名字啊？实际上我们初次接触白血病就有个印象，吉林 ALL，吉林白血病，我们其实一般把它喜欢叫做儿童性吉林白血病。教材在急性白血病 ALL 这写得很明白，咱们国人呀，咱们国人。急性白血病多，慢性白血病少。那急性白血病成年人主要是 AML，吉利；儿童主要是吉林。那不同人群的发病是不一样的。在我们国家，大概男性和女性的白血病发病率大概是1.8:1左右，男性略微偏多一点，这么个样子。显然要对于慢粒这种白血病 CML 的话，就是中年以上，它的大概中位的发病年龄在53岁左右。所以年轻人更多的是急性白血病，中老年人更多的可能是慢性白血病多一点，也不一定。但是儿童显然儿童是吉林白血病更多，甚至还有一些文献报道，当前的中国的儿童性吉林白血病很多和家居污染是有关系的。这两年对于家庭这个房屋装修的一种绿色环保要求，慢慢越来越高。我们这儿想讲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就实际上，作为老师讲白血病讲这么多年了，说你先学一个，不是你说那个吉林是谁啊？是慢粒，是慢粒。因为如果我要不是特别和世界隔绝的话，这两年流行一部电影叫做《我不是药神》，里边演了一个药物格列卫，甲磺酸伊马替尼，就是专门针对慢粒的一个什么呀？靶向治疗。那么针对慢粒患者，什么东西靶向治疗的？里边有个东西叫 P210，这个蛋白质是一个新的病态融合基因，叫 BACIL，这么一个融合基因。它从哪来？融合基因可能俩人杂交来的，来自于9号、22号，T922。所以这么多年一直讲课说，我们从慢粒开始学习。慢粒的话，阴一阳谓之道。染色体这个染色体922号就叫做费城染色体，P 是染色体，染色体阳性，NAP 阴性。好了，太透了，知道 NAP 不知道 NAP 中文是什么？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。所以教材上很明确写着，慢粒患者一般他的922号染色体，你查。都是阳性，93%到95%以上，偶尔也有患者查不到，查不到的话怎么办？查他的 BACIL 融合基因还能查到阳性。那么这个基因的重量是210个 KD，它将来转染成蛋白质的时候，蛋白质的重量偷了个懒，把这个210个 KD 染色体转染过的蛋白质就叫 P210 了。实际上，著名的格列卫、甲磺酸伊马替尼针对的作用靶点就是210。这二零这个作为蛋白质怎么了？书上给你写的很明确，这个蛋白质呀，具有非常强的酪氨酸激酶的活性。酪氨酸激酶你熟悉，是一个著名的细胞上一个细胞膜上一个信号转导的物质。酪氨酸激酶受体你还记得？一个信号转导，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应该叫血细胞，不叫白血病细胞，白血细胞主要是粒细胞在分化成熟过程中发生异常，停滞在成熟的前叶前夕。所以，白血病者一直讲一句话：什么叫急性和慢性？急性、慢性不是咱们通俗理解，咱们通俗在医学上理解急性和慢性。理解如果发病比较急，病程的过程比较短，叫急性的；时间长叫慢性。那么，急性和慢性白血病有没有这样特征？也有，急性白血病的数月内死亡的比例是很大的，发病非常急，非常凶猛。慢性白血病稍微缓慢一点，这个是有的。但实际上，从专业角度看一下。我们作为专业医学生，理解急慢性白血病，更多理解的不是病程，而是肿瘤的分化程度。肿瘤的分化程度越原始，接近原始细胞，那么这个白血病越急。分化的过程中，快接近成熟前，
他停止下来不动了。所以就像大学咱们上五年，大一到大五，在大一就没有生过大二的，那叫急性白血病。到大四突然有点不太舒服，休假了，好几年没有生大五，这叫慢性白血病。所以急慢在这写的特别重要。你先不要管这白血病全部学明白没有，听老师的话，正正研究一下什么叫做慢性粒性白血病的一阴一阳。那么一般替你把这个药，把这个信号抓到分子给它打掉以后，患者病情也就缓解了。这个药物它的临床的价值意义非常之大，这应该属于医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药物。所谓的靶向治疗，在这儿是值得一提的一个事情。大概甚至我看有报道说，临床用这个药之后，10年完全无症状，都高达90%以上。我们因为这个伊马替尼能够宣布慢粒是可以治愈的一组恶性肿瘤，这个药物的意义太大。而这个病人的话 ，RCT 阳性 ，NAP 阴性。叫崔长梦写句话说，在疾病发生缓解的时候 ，NAP 转阳；如果它有畸变了或者有加重了，重新再转阴。那么这样听下来，是不是慢粒？我看有没有染色体，没有染色体的话，再查84ABL， 肯定是能查到的。所以染色体是慢性粒性白血病的一个定性的指标，是不是看染色体重不重？看 NAP，NAP 越阴性，表明越重。为什么呀？这才反过来研究，他怎么就阴性了？老师发现 NAP 中性粒子结晶酸酶是粒细胞分化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如果粒细胞分化不成熟，到了大四没法生大五了，没成熟，表达不出这个磷酸酶来，所以它就阴性了。如果疾病缓解了，它的粒细胞开始向正常细胞分化，它就转阳。那么这个意义上体会一下，慢粒可能 NAP 是阴性的，你估计急粒怎么样？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那就更分化不成熟了，不是？所以粒细胞白血病 NAP 都会阴性。哎，我就把我的知识又往前进步了一层。这样的下来还有淋巴瘤，淋巴瘤主要来自于 B 淋巴细胞，有活细菌和非活细菌，是吧？那么淋巴瘤关心什么呀？关心淋巴的分期1、2、3、4期以及有无症状 A 和 B。 所以同学们学这个淋巴瘤学得很困难，包括白血病，老师我就不知道这个白血病有什么临床表现呀。所以很多白血病人，你发现急性白血病是因为一个所谓的重症感冒来为就诊的，或者是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停不下来出血，或者是感染。所以感染、出血加贫血咋来表现？这样的。那么淋巴瘤它是什么样子的？是咱们讲句话说，结核长什么样，淋巴瘤就长什么样。我就起码对这个病有一个大概认识，不能说是你谈到这个病的时候我一脸蒙圈的样子，什么也不知道，那不行。所以说在一块东西打开之前啊，不妨就像这样听废话一样。姑且我把这一节小课就叫做血液系统疾病的概述。实际上作为学生又不太容易理解，概述本身含金量更高，不是说后面糊弄学生，不是。我们打开一个疾病去学习，或者读过或者没有读过，先看看这篇疾病要干嘛，从哪个地方下手，方法要对，不能只顾低头拉车，你还得学会抬头看道，是这么个样子。再下来还有一个专门咱们拎出来 MDS 骨髓的增生紊乱，异常造血，把它搁着 RA、RAS、REB、REBT、CMML 这一些分类，这是 FAB 的，还有 WHO 的。咱们这时候看看这个 RAS 的时候，它可能还有这个是 RAS 一般指的是红系的。红系所谓的这个铁六，下来可能还有粒系的一个异常和血小板系的异常，所以专门 WHO 把这个 RAS 又专门做了一个新的区分，加上 REB、REBT 这它有一些系的划分，那个你有个大概认识或者印象，大概知道它有个分类。在血液系统疾病里边做分类的时候，我们通俗用的比较多的都用谁啊？用 FAB， 反应酶。你说法美因也可以 ，France、America 什么 British。法应酶一般咱们习惯是说法应酶了 ，FAB 这个标准，但实际上现在教材上是两个标准同时在用的，除了 FAB 以后还有谁？还有 WHO， 所以经常有些地方我们得关注一下 ，WHO 形成糊了，应该缺大写 WHO， 这样写就没毛病。WHO， 现在 WHO 谁呀、啊？老师谁呀、啊？他 ，it， 那不是 he 和 she 吗？不是，是 it， 是 animal， WHO。这两个世界卫生组织和 FAB 的分类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。应该说就白血病就淋巴瘤的划分来说，包括 MDS， 实际上 WHO 的这种划分
相对来说临床的可操作性更强一些。所以哪一个操作性强，咱们就用哪一个呗，大概这么个样子。血液系统疾病打开之前，咱们先做这么大概一个综述，大概综述。